跟着钱，我怕。怎么是汉堡啊？也行吧，好吃。我好倒霉啊，什么都没淘到。叶罗丽玩具，我怕。奥特曼玩具，我也想要。太宝，你要是能淘着叶罗丽玩具，我就跟你交换。好啊。我一个套圈也没有。太宝，只要被夸奖就能拿到套圈。我这就去找人夸我。我给所有套圈都施了魔法，他们绝对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妈妈，你能不能夸夸我？大宝，你考试只考了零分，还想让我夸你？妈妈，我这就去学习写作业，你就夸夸我吧。大宝真是好孩子。好了，快去写作业。太好了，我也拿到套圈了。小贝姐姐，小雪姐姐，快看，中间竟然有放假100天，旁边还有好多作业，我一定要套到假期。我好怕套到作业啊。我先来，我套。我刚刚力气太小了，我只剩一个套圈了，这次一定要套着。我套。不要啊，怎么是作业啊？我只有一个套圈，我套。我怎么也套到了作业呀？哇，小雪，你有好多套圈啊。因为小雪姐姐经常被夸奖。我套，我再套。真是太奇怪了，怎么就是套不中假期呢？让我来试试。大宝，你竟然也拿到了这么多套圈。哼，被人夸奖还不简单吗？大宝哥哥真厉害，一下子就套到了游戏机。我再套。大宝竟然套到了假期。太高了，我有100天假期了。不可能，我给你们的套圈都施了魔法，大宝绝对不可能套到想要的假期。什么？没事，原来我套不到玩具都是你在捣鬼。精灵之力，破坏游戏规则的人终于让我抓到了。奇怪，既然艾莎使用了黑魔法，大宝为什么能套中呢？回力之境。黑暗魔王，快夸我！为什么夸你？黑暗魔王，你就帮帮我吧。老师，快夸我！为什么夸你？老师，求你了，你就夸我吧。原来大家都不是真心夸大宝，所以大宝的套圈才不受黑暗魔法影响。艾莎，我要把你抓进坏人管理局。精灵仙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逼着大家夸我，你可不要把我抓走啊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要不要原谅大宝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吧。全都不知道管学生狼人杀，现在开始。代表布置作业，我来了。我要给小雪布作业。小雪请睁眼。我是老师小雪，我睁眼了。昨晚你被课代表布置作业当了。可恶，课代表竟然敢给老师我布置作业，到底谁是课代表？我要使用技能查看玩家身份。没问题，你要查看谁呢？我要查看大宝。大宝的身份是课代表。果然又是大宝，给我等着。接下来班长请睁眼。我班长睁眼了。熊妹班长，现在小雪被刀，你是否要使用解药救小雪？当然要，我相信小雪是好人。大家睁眼了，昨晚是个平安夜，现在开始投票。我是老师，昨晚我被刀了，我查看了大宝的身份，大宝的身份是课代表，所以我投大宝。你胡说，我明明是好学生。你看我背后还有那么多书呢。小雪，我看你才是课代表吧，我要投小雪。没想到吧，我的书是用来给大家布置作业的。他们说的都有道理，不过大宝的背后真的有书，我还是投小雪好了。我也觉得是小雪，我投小雪。我是班长，昨晚我用解药救了小雪，所以我投大宝。大宝两票，小雪三票，好人小雪出局。啊，我们都冤枉小雪了。哼，我都说了小雪是好人，你们都不相信。课代表继续布置作业吧。这次我要让小贝写作业。可恶，昨晚小贝被当，大家开始投票。我投熊妹。熊妹，既然你是班长，那你怎么不用解药救小贝呢？我只有一瓶解药，第一轮已经给小雪用了。大宝，你老是第一个投票还冤枉我，你肯定是课代表，我投你。熊妹说的真是太有道理了，我也投大宝。黑暗魔王，怎么熊妹说什么你信什么呢？我可是你的好兄弟，相信我才是没错的。好吧，那我就不投你，我投熊妹。黑暗魔王，你游戏结束，课代表大宝获得胜利。耶耶耶，黑暗魔王你真是的，我们再也不要玩游戏了。哼，我还不跟你们玩了，看谁愿意跟你们玩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愿意跟我们一起玩转学生狼人杀吗？愿意的话就发送11告诉。起床，小贝起床，熊妹起床，我们现在就起。小雪吃饭，小贝吃饭，熊妹吃饭，知道了。作业时间到，小雪100本，小贝80本，熊妹75本。这么多，怎么可能写得完啊？快写，快写，快写！我受不了了。老师，快把闹钟收回去。有了闹钟，你们就能按时上课，按时睡觉了，这样不好吗？是，我们很不开心。
老师，你就把闹钟收回去吧。这样吧，我们来玩一个游戏，只要你们能找到我藏起来的三个闹钟，我就听你们的，瞬移魔法。限时十分钟，祝你们好运。我先来，开始扫描。我找到了，恭喜小雪，游戏继续。我找，怎么到处都没有？小贝，需要提示吗？不要，我一定能找到。对了，老师的闹钟是智能闹钟，嘿嘿，有办法了。喵喵喵，真好吃。不许吃垃圾食品，不许吃垃圾食品。原来闹钟藏在娃娃里，找到了。小贝，你真棒。还有最后一个，你们要抓紧时间了。最后一个就让我来找吧。怎么找不到呀？时间还有一分钟啊，那可怎么办？小妹，别着急，闹钟肯定就在这个房间里。我想到办法了，大家安静。是钟表的声音，就在墙上的照片里。不是这幅，不是这幅。最后十秒钟，十、九、八，在这里。哪天我找到了，算你们厉害。以后我再也不会用闹钟强迫你们了。耶，太好了！你们听，怎么还有钟表的声音？小雪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我们不是把闹钟都找出来了吗？小雪姐姐没听错，我也听见了，这个声音好像就在我们脑袋里。什么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眼睛老师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小雪、小贝、熊妹，快起床！原来是做梦呀，这个梦也太可怕了。老师，我们以后一定听你的话，规律生活，按时作息。这样才是好孩子，我给你们打100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的生活习惯健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次再。彩虹蛋，我砸。太好了，可以当老师了。啊，怎么会有两个人？选谁当老师呢？当然选我了。小朋友们觉得应该选谁做老师呢？那你们就一人一天，最后大家投票，谁的票数多，谁就当老师。好。小雪，你把大家的作业收好交给我。好的。可是小贝老师，你会批改作业吗？我都没好好学习，我怎么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啊？有了，和我不一样的都是错的。我当然会了。我批。好吧，我们怎么都是0分啊？你们和我写的不一样，当然是错的。可是你一道题都没写对啊。我才不管呢，我是老师，你们就都要听我的。小贝老师，今天是你打扫教室哦。老师怎么能值日呢？你们两个替我去吧。可恶，小贝老师也太坏了吧。终于轮到我当老师了。我的腿好疼啊。熊妹别害怕，我来给你包扎。谢谢你，小雪老师。好饿。大宝，我的零食都给你吃。谢谢你，小雪老师。现在开始评选合格老师。我们都选小雪。凭什么都选小雪？不公平，不公平。小贝，只有真心帮助同学们的老师才是好老师。我不管，你们的投票不算，我只相信小朋友们。小朋友们，快把所依依选我当老师吧。